那我们每一个组合都要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哈，所以我要知道你们组合的名字是。我们是那战队。对。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信心已无。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娜姐。终于配对成功了。终于配对成功了。真好。我还对你不是特别了解呢，想跟你聊天。好啊，想问问你。好，我男，28岁。你28了？对，28了。看不出来吗？我特别小啊。是吗？对，特别小。你属什么呢？我属羊。我也属羊啊，老羊配小羊。我也是。哎，我们俩这个有缘分，挺好的。哎，我还好奇一件事，就是你歌迷那些吃的呀，你要多了的时候，你给我拿过去，咱俩互相换嘛。好啊，好吧。我觉得你歌迷很可爱。对，他们很纯粹的。你发现了吗？他们拿你当榜样，结果呢，你们拿我们当榜样。当然。对，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挺骄傲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它很好，很有趣，很有意义的点就是传承。就是榜样艺人跟新生代的传承，我觉得就是向娜姐您学习。你好会说呀。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哪里人？真的，我重庆人。重庆人有点像东北人，是吧？性格比较直接。啊，你平时爱吃什么菜呀？川菜。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吃麻辣火锅。麻辣火锅。娜姐也喜欢吃辣。挺喜欢吃的，以前恨不得一个月得吃好几回，七八回，十来回。我，娜姐。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吃辣的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姓辣。我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那咱俩得改个名了，对吧？咱俩得起个名了。好。肖战和那英。辣椒。辣椒战，也不对。那战椒。那战。那战队可以啊。看看啊，那战队，哇，酷吗？很霸气的名字，说出去都会让人颤抖。来吧，我也要。我也要。好好酷、啊、神秘酷。那战对。哎，我真的有点紧张。哎，走那个小舞台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蛮紧张的。那个走廊我觉得无比的漫长，不知道有没有老师会给你比心。就万一没有呢？那就天哪，很尴尬。Hello， 两位老师好。Hello， 男生。对。哎，好像嘿嘿，怎么了？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是冰苏打。冰苏打啊，那跟苏打绿是一伙的。喜欢苏打绿的音乐是吗？平时喜欢喝苏打水。嗨，人家喜欢喝苏打水。其实是一名青年演员。哦，是演员。演员。想做一名很会唱歌的演员，但是曾经也有。在舞台上面唱过歌，曾经有在舞台上唱过歌，是参加演唱会，参加过一档节目，所以也是一个选秀赛，算是。那就是说，其实你现在没有放弃你的音乐梦想。对，就觉得唱歌是一件喜欢的事情。那演戏跟唱歌，你选哪一个？一定要选吗？二选一吗？是。好严格啊，老师们。你的第一爱。第一爱的话，其实目前的重心是在演戏上面，但是音乐其实一直是一个梦想，没有放弃过。明白，很诚实。不会因为来这个节目就是我一定要，对，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音乐吗？我们很期待哦，你现在接下来跟我们表演吧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好，加油。非常可以。可以的。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你怎么跟刚才吃饭你已经这样子了？我已经讲了，我好喜欢，很棒啊！谢谢。我非常喜欢你，我们都喜欢。
谢谢。你要记住，我是枫叶，我是甜甜人，我是枫叶。那两位前辈有没有自己平时比较熟悉一点的新一代的歌手？我问得好，我觉得我身边围绕着很多年轻的声音，我身边有很多个新生代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每个人都在歌坛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位置，我希望你也跟我的学员一样绽放的那一颗学员。枫叶老师是枫叶老师是吗？哎，嗯，你讲到一个关键字了吗？天哪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些什么。天哪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的。我非常喜欢你，我比他还要爱你，超级爱。我选刚刚让我猜到一些端倪的枫叶老师。我想一会儿要在大舞台上面看一看是不是我心中想的那一位老师。 I'm so so sorry. 你什么星座的？天秤座。天秤座哦，合吗？我是射手座。合就是合。合我要是有一点对你不好，这些人还让我回酒店吗？后悔了吧。大姐，你觉得你们两个合吗？合就是合。合无怨无悔，我一定陪你走到最后。我一定会尽全力的，娜姐。看见你的眼神，我就觉得很坚定的要唱好接下来的歌。一定。好，我们能走多远走多远。我就除了激动还是激动，就是不敢相信的感觉。我当时一看到他，我就想，哦，对，这就是暑假的时候那个《陈情令》那个男主角，让你觉得眼前一亮，真的好帅。接下来跟他合作，我非常开心。有压力哈？对，有压力。刚我唱的时候，我的耳返，它好像音量特别小，音量吗？我听到好像就现场的那个反送，就听到这个地频在那咚咚咚，然后就跟那个克里克是反的，咚咚。这个就是那个你的那个耳返里边到底是几呀？你要永远固定，你没有固定吗？我不太懂这些。哦，下次。好。这首《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》，肖战是你选的。对，所以你是有爱上寂寞过吗？啊，没有，其实这首歌是很早，哎呦，哎，很早很早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娜姐不是这意思，是我妈妈当时在听的时候，然后我听到了这首歌，这首歌就我当时觉得这个旋律太好听了，是就让人觉得好心疼啊，然后我当时觉得娜姐是经历了什么能唱成这么。就我特别能理解，他是刚才说他妈妈总放这首歌，就可能这首歌是伴随着你的童年一起长大的。哦，没有，绝对是伴随着你的童年，你得有多苦啊！你看你妈妈，哎，你不要提醒我，感觉好像我真的这个很有心计似的，其实。你看肖战多乖，直接就把俩麦给你，说大姐你亲自来。你来嘛！我不行。你来嘛，把他干掉。哦，我不行，那姐交给你了。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呢？我最擅长这种事儿，来。哈哈哈哈遇见了一个传奇，这日子熟悉，在天空里的奇遇说，嘿嘿，有点半不可思议，你就是绿光，遇见了你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精力留到舞台上，然后是吧？再去跟观众，嘿，跟我们一起动起来吧！那战队怎么样？超级棒！一二三，耶、yeah ！燕姿的歌哈，对，哈，燕姿你很喜欢吗？非常喜欢。那你是更喜欢燕姿还是更喜欢娜姐呢？
这个，你诚实一点说，我依然爱你。啊，娜姐是我的姐姐，然后燕姿是你的小姐姐。对。你就是唯一，我是高八度，错了。哎呦，太难唱了。因为其实《绿光》这首歌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新的编曲嘛。所以呢，一直盯着那个台词。我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看你的。OK， 我必须盯着词儿。没问题。我要有把握了，我再回头看你一下。没问题，娜姐，我都瞄着吧。瞄着我。你看我，我就看你。好。燕姿的歌。我也很熟，但我轻易不去碰，因为我们有每个人的风格。我非常喜欢绿光，但我从来没想过也没敢过，因为这首歌呢律动也快，然后呢它的歌词又歌词非常密集，关键是把那个段就是 rapper 说唱的那段呢英文改成了中文，一个中文，对，所以中文的密度更大。啊，云是天空上的雨，被绿光衔在嘴里算是气，身体的命中将会创造的气啊，在舞台上创造的气，我要整个飞跃现场，带着梦想，但带我飞到那时光成全梦想。只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度在，自己有一些压力的话，就是有进步。嗯，对，赞同，我是一个复读机。刚才那首歌在舞台上就非常外放，很阳光绽放的一个肖战。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就是唱苦情歌那类的哈，后来我发现这小子一点都不苦。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更，我们排练的时候他比这还绽放。排练的时候很疯狂的，就那个感觉，跳舞还有他的肢体语言跟音乐那种珠联璧合的感觉。我说，哎，你要是开演唱会的话，会真的很厉害。哇，谢谢娜姐。天空里的情侣说一声 Miss 的你，有一道绿光，幸福在哪里？触电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用你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如果他刚这样做就好了，整个跳到观众群里面。然后传一圈回来，对对对，弹到观众的那个手上，然后就传递着你。是是是是，嗯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们俩应该给蔡健雅跟阿云嘎选点东西，给他们俩选选，让他们俩不能唱的歌。你了解阿云嘎吗？没有很局限的风格可以局限住他。那我们俩就给他选一个音乐剧，那不是撞到他们枪口上？那就让他选，就让他唱一个最经典的音乐剧，万一他不行呢？我懂了，姐，越经典然后越危险。嗯，难为咱们，难为他们，看他们能不能唱。嗯，我想想啊，哦，有一首。I'm seeing the other end。 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雨中曲。那就这个嘛。What a glorious feel, and I'm happy again. I'm laughing at clouds. 那就雨中曲啊。可以。好，你去说。你去说。好，那我去说，我现在去。好，去吧。拿一根。我们两个人今天过来跟你们商量歌的意思，就是想要再多一点难度的给你。对，需要给第一名多一些考验。谭雅，脸不要变色哦，不要生气哦。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了？我们为二位挑选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。流行歌吗？对，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。走。
长长的天涯是我的海。哟，这个 no， 耶，哟哟，我就哟就行，你就唱。哟哟，这个 no。潘雅，你听过这歌吗？完全没有，没有就算了，换歌吧。啊，娜姐，我们也太善良了吧？他没听过。没有，因为娜姐爱我，我爱你，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一个另外有难度的歌。什么歌？雨中曲。站站，叫着。Singing in the rain， 走。Singing in the rain。这首歌好耶，你有听过吗？当然，当然听过。这个是音乐剧的最经典的歌舞片的代表。对，百老汇经典。当然，其实它难就难在要看两位如何把经典歌曲再改编出一些花儿，再改编出更多的新鲜感出来。我已经有 idea 了，超多 idea 了。我要咻，就是变成另外一首歌。哇，没难住，没难住他们。那会有舞蹈吗？释放一下天性。尽量的，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踢腿啊，踢个180度。踢腿，对，把腿放到头后面，对吧？然后把自己基本上走不了路那种，折了。我们有信心吗？也必须的。我们这个是不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？那咱们是不是也得卷一下？有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文艺兵，我是军人。哦，哎呦，你当军人一定很帅。我相信战战穿上那一套海军服可能很帅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全军文艺晚会的时候，有人唱过叫《军》，你猜猜？军港啊，之夜，军港之夜。哎呀，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你知道我从小就听这歌，是吧？对，你真没难到我们。但因为我们爱你们，爱你们。我肯定行，我相信战战没问题吧。我小时候其实我奶奶有给我唱这首歌，看看人家在襁褓里就听《军港之夜》，怕吗？根本不怕。欧耶！欧耶！欧耶！到我们了。娜姐，对方把这首歌挑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的感受是怎样的？来，徒弟，你来说。好了，其实这首歌对于我来说，它比较久远。奶奶在我小时候入睡的时候会哼鸣给我听的这首歌，真的真的。奶奶那时代的歌，你听见了吗？我那时候也挺小的。好准呢，好听。啊，大部分的是没什么错误，是吗？可以。走，再来一遍，最后一句那地方就跟我一起唱。嗯，哦，您娜姐那个音我可以唱，就跟着我唱。对，对，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学这首歌，然后我跟娜姐磨合的，我觉得现在磨合的非常好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好的。哎，你不会看见我像奶奶吧？不会。娜姐，我在想，那怎么会？他奶奶这是听的歌。你们叫他什么？叫他小展。他们在说重庆话。重庆话。对。啊，小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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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英的重庆话呢？那英。那英，你们可惜了吧？听不到肖战第二首歌哈。好听的呀，肖战那首歌，第二首歌好听的不行了。我刚刚觉得你已经完全不是前面的备战状态，他已经肖战了。对对对，他肖战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就完全去享受在那个音乐的状态里面，就觉得很好，好好听。小心啊，没有那种就竞争力的感觉，很容易变老的。很容易变老。我们真的就是好像突然间就进入了一个那个肖战的状态。对，肖战的状态。对，他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这样，我要考验一下各位的音乐熟识程度，你唱两句，看他们能不能听得出来你本来今天准备的第二首歌是什么歌，好不好？
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北风轻轻吹过你的脸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更沉淀。如今风，但我那还好，其实最精彩的全在他那儿，我是给他唱和音这首歌。哎，灵魂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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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他有他没事，后面有肖战呢。结果全射片。灵魂。哎，全部都在上面的。还有谁？上肩都是差不多的位置，整个就往上移就中了。娜姐，娜姐，你的肩不要对着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对待一个老年人，你、啊、不是不是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懂啊？哦，懂了啊。我知道，我就看着你。哇！哇！十环。哇！耶、yeah ！我刚看，我是刚真的看着你，我。你跟我来这套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真的，你怎么讲来的？扮猪吃老虎，你这是，哎呦，我们，这是十环吗？是是，他直接就奔那黄眼儿去了，太厉害了。三环还是挺厉害的，还是挺厉害的。林海收手吧，收手吧。我是给小哥打点基础。小哥确定第一。五环。 Oh my god， 完了。五环不错不错。特别牛。承让大姐，承让大姐，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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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拍戏的时候应该练过这个吧？对。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未必能赢他，他在戏里边一直在学那个。哦，真的有基础的。有有有，小心点。瞎玩儿，瞎玩儿。有了，有了，八环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有心得了啊！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六环，呜呼，好。小哥可能很厉害。小哥加油！啊！我刚说完的，你刚刚说完的。哎，不是盖的，哎，娜姐，四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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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们已经都这样了，你就用平常心吧。南屏晚钟。哎呀。灵魂，谁唱的？谁唱的？肯定是你影响他的。谁是节骨眼上唱《南屏晚钟》的？这回不能掉以轻心了。
来，我再来一首歌《一剪梅》，预备起。真情像梅花开放。哎呀！结果呢？你这个唱的是叫一剪梅吗？越唱了是越远，越偏拔越远。哥，对不起您，哥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做综艺里边是心眼比较坏的。你伤害了我，又一笑而过。肖战，你不会让娜姐来了只坐一会儿，然后下一场就不来吧？当然不会，我跟娜姐就完全没有受时间的隔阂，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。我们私下也有打电话，我都有问他歌选得怎么样，心里是很有底的。娜姐，哎呦呵，我们今天神同步啊，又是格的，快来快来快！哎呀，好想你啊，娜姐，好想你啊，对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战果。我以为工资单呢。这是我们上一场的成绩，两次排名第三，但是我们上一场是单场排名第二，还不错，很好了。嗯，我觉得你这有上升空间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要不然我回了你们要上来就第一，你说我到底弄第几啊？大家都好厉害的，他们都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你们俩肯定也特别的精彩。我们俩就是特别初心不义，对对对，走那种剑走偏锋。那你透露一下这一场你们准备唱什么歌吗？上一次虽然我们就是第一轮就胜利了，没有机会来表现，但是通过我们平时选这歌排练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肖战。这里面有一袋小金鱼。哦，真的鱼，真的鱼，好，所以拎起来。嗯，走。我在唱吗？好的，下来。哎，然后把鱼送给大家。跟这个台子就平了。到时候里头就，真的是有很多金鱼哈。对对，都会。就是活的金鱼。哦，这个很有这个歌词的意境。嗯，一下就感觉能够就融到这个舞台的舞美当中。嗯嗯。蓝色的思念突然也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的思念，挥手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躲过一季的时间，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笑死我了，对不起啊。娜姐，我相信您那么多年舞台生涯也好，您个人的生命中也好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送一袋金鱼给你的啊。你没看见吧，刚才鱼掉了。他要看见了，他肯估计得笑场。我看见了，我估计最后那个我也唱不了。砸了，演砸了。对于阳光少年，对于残疾人，我就因为每天排练的时候呢，肖战拿的是那个一个工作牌，一个工作牌。忽然间湿乎乎的吧，是一真鱼，再加上水，然后呢我就没拿住，就直接在你后边，我跟着你走的时候就掉了。我当时我心都碎了。结果坐在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就坐在那儿拿鱼，就想起来刚才那鱼都掉了，我就实在唱不下去了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，我以为我唱错了。娜姐，你挺棒的，一直坚持把那夏天俩字儿唱的。那我也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。真的没，你没看见还好，
在这里必须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没有，他的问题就是你，就是。梁娜姐，欢迎你那个强力回归。这种回归让我心里很惭愧。啊，没有，娜姐，我们还有杀手锏。你现在就要认输了。在整个的其他三组的演唱备战过程当中，娜姐跟肖战一直都在。留给我们唱，留给我们唱。不要拉。那秉源唱好听，真的上台都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的第二首，娜姐有突破。哎，很吓人。什么意思？很吓人吧？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真的。什么歌了？你这。我觉得你听到这歌以后，你马上会想起你当年当助理的那个年代。我刚才说过嘛，听你的歌长大的。你看肖战那汗出的，真的。麻烦那位女歌手，你讲两句话好不好？行，她先讲，她先讲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这个是我们的娜姐。娜战队怎么样？我们能不能扳回来一城？肖战，你先告诉我这个创意是谁的？其实是娜姐提出来，她要致敬。娜姐，你要说，是吧？对。其实我，因为之前呢，我们听到了这个李克勤那一组呢，他们唱了那个《野狼》。对。我看完之后我就想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唱一首这种能燃爆了的作品？可能我自私一点选这个歌。我是想要向我的80年代致敬。哦，这样子。肖战，所以你接到娜姐的这个创意的时候，你就一点都没有犹豫过吗？一天没理我。没有，娜姐，我真的是在工作了，真的，我不敢。对，当时我就想，完蛋了，糟了，他肯定是不喜欢，或者他被吓着了。七个字。钱。打麻将，苦恼。他是在表示真的难，他没有在给你比划。好吧，先过。第二个。第二个字。来，进，入，接近了。快到怀里来，怀里，第二个字是里，哎，快，我喜欢这个，是什么反应？头，啥？头发，重点在后面，头发怎么了呢？长。李长，李长，这是什么歌？江，李长江。哎，这个怎么弄的？哎，好难，这个好难。万里长城，万里。啊，拉拉拉，接下来的。啊，直接跳到第六个字了是吧？对。不，第七个字。倒。万里长城，一看没听过这歌，完了，我可能没听过。万里长城，绝不倒。加油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就差一个字儿。你现在自己蒙吧。万里长城，这个。哦，对，永不倒。天才！哇塞，天才！
你是天才，固有嘛，对吧？固有，你颜值，哇，我好厉害！再来再来，娜姐，来来来，姐，这又是七个字了。这个好哇，我帮帮你吧。哦，对，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对，哎呀，这他帮我的，我。哎，哎，一会儿你也可以帮帮我们，对不对？你们好，绝对帮，绝对帮。你也在那儿搓，你也在那儿搓，他也是在搓啊，也是紧张啊。对，那你为什么选这首歌啊？就以前就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他歌词写的特别有意境，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。嗯，其实肖战选的这歌我还挺吃惊的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，也很久远吧。他竟然能喜欢，你说他一个小小的心灵竟然能喜欢这么有内容的这个情歌，所以这首歌需要有一定的内敛。我居然踏过去，第一个音咱俩一起唱，是一同音的。我居然踏过去，我是去。我居然踏过去，对。我去。我找找我找。我去让他过去。好紧张啊。去让他过去。谁让你选这么难的歌？但很好听。这歌好难啊。好好听。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就是让我不能跨过去的一个障碍。它是我以往演唱里边的一种风格。我倒是不担心这首，其实担心的就是跟他的默契。我就越来越发现跟他一起合作唱每一首不一样的作品的时候，他能够就是声音跟我的声音就融进去了，就那种融进去以后，你就会不停地发现给予你很多想要去表达的东西。在我们俩排练的时候，肖战的声音一出来呀，你听到这样的那个性感的那种发音，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第一句第四句怎么唱来的？就是那个用大大的呼吸，对，呼吸，就是带那个沙哑的感觉。我觉得，哎呀，中了。我不会觉得他们俩是姐弟，啊，真的，我在那一刹那很感动。那说明我们唱的太好了。说明真的。我最后都激动的，我说哎呦，我能俩人能拥抱一下呢可能更好当时。然后哎呀，握了个手。我觉得拉上手了就是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在了。对，已经在了。我多想看到你那一个灿烂的笑容。说刚才那歌根本不行，还得练。没事，我只针对工作。对视，先把这歌唱完再说。我们倒是唱熟了。对。啊，但是那个，这个得再排排。对，粗略的算了一下，你们这次排练应该是你来我们的歌排练时间最长。是，总决赛了，就是想做好，想对得起这个舞台，对得起观众。嗓子哑吗？一点点，但我觉得还好，不怕。但这歌如果要是不咧开唱又不好听。那这首歌咱们再来一遍。像肖战，你就会觉得他特别谦虚，想学的东西和他进步的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我觉得他那个完美生活可以再颓废一点。挺好，可以了，谢谢乐队老师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辛苦各位老师。肖战未来是真的是非常的好，最令我不担心。我们两个人说好了，就是他说这是你们的完美生活，然后我们俩要很帅的、很拽的这。